阿弥陀佛，欢迎各位不断的收看生命电视台。生命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乃至老人院、弱势团体的关怀。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护持他，推动他，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阿弥陀佛。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弱势，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弱势，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啊，就像我们念仪轨，看一碟蓝桃经，我们念起来有没有比较认真一点啊？那这是长养慈悲心啊。那除了对这些生命有帮助，更重要，我们要培养一个念一下不忍众生苦之大悲心啊，这个真难培养啊。那么你自己生病，那你会有感受痛苦，不想痛苦。你最爱的妈妈生病啊，你可能也会一直为她诵地藏经，求佛菩萨。但是其他众生痛苦，我们没什么感觉，就代表我们修行不够啊。修行不是说我很会读经啊，我修行几十年，但是看到别人痛苦，你生不起一个冲动。所以诸佛菩萨说，什么叫大悲心？看到众生苦啊，一堆了什么的，他在做鱼做蚯蚓，你有如在地狱一样的痛苦，这个叫你悲心成熟了。那为了如此，所以各位要经常故意去培养悲心，培养悲心，去助念，去关心最痛苦的啊，去思维他们的苦，这些蚯蚓这些鱼真痛苦啊，真痛苦。所以为了很痛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们为他们念佛诵经持咒。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说法，五百只野燕子飞过去听到了，结果隔天五百只野燕子 被农夫都用网子抓起来杀掉了。但是因为他们听到佛陀说法的声音而升天了，所以变成五百天人飞来供养佛陀。所以佛陀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帮他念大悲咒心经，念佛持咒啊。以前世亲菩萨很喜欢读般若经，他在读般若经，他屋顶上有一只鸽子啊，然后每天世亲菩萨读读读，鸽子都听到了。后来有一次鸽子，这只鸽子不小心被猫咬走了啊，死了，但是就投胎在地方上一个国家的国王的独生子啊。结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会讲话，我要找我师父，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叫世亲，这样。他爸爸说，我们国家哪有什么叫世亲的，就调查真的有一位这位世亲菩萨法师。后来呢就把他请到皇宫，那小王子一看到世亲菩萨，跪啊，师父啊，师父啊，这样啊。后来世亲菩萨就想到了，哦，应该是我念经有个众生听到啊。后来这小王子跟世亲菩萨出家了。所以我想各位念经的时候，包括蚯蚓都可以成就，梁武帝听老和尚念妙法莲华经，他都可以脱离畜生道。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长养这个悲心，现场有50几万的生命啊，总共10多万的台币，大家出钱又出力又为他念佛。然后呢，因为各位的念佛诵经，他们就可以脱离善恶道，生生世世看到你就会护持你啊，跟你结善缘。那一个人要成佛，没有这些善缘也没办法成佛的。但是最重要的，放生长养慈悲，那我们要一直让自己的悲心强调，刚刚讲如在地狱一样的不忍众生苦，不去救他很痛苦。但是为了要超越这个痛苦，所以你要有空性啊，有无我的空性，那个时候才能够冷静，冷静却充满了悲心。佛教的修行念一下慧眼慈心啊，我们要有智慧的了解真相的啊，不起心动念的这种智慧，但是呢却不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能力。所以那一直一直要故意这样培养。然后就像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喜欢的女人后，他会很想跟她讲话，那个是欲望啊。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了久了以后，看到这个没有什么观念，看到这个观念很强啊，我要救她，我要帮她啊，不忍心吃她的肉，还要进一步救她。看到别人在伤害她，看不下去。就像各位现在年轻人会上网哦，他们要把网路无红台、低红台、高红台，真的是看不下去，那太痛苦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叫我看，我就强迫看，从头到尾看，很痛苦啊。但是你要这样看，然后知道他们的苦啊，非常痛苦，没办法忍受啊啊！就像在路边看到一个女人被3个男人打，谁都想要过去救她了，对不对？这是一个自然的同理心。
但是我们这个同理心呢，只跟我们接近的人或是同类的人比较有，对于其他的就不容易。所以各位要故意的去培养啊，光想到每天有这么多猪在被杀，这么多鸡在被杀，这么多鱼在被杀啊，多少的人类每天晚上像这样子这一条路啊，到了晚上哇，餐厅啊、行李后啊啊，都在杀生吃肉啊啊，那这些人他无明啊，所以他没有慈悲心。他如果有慈悲心，他就不会吃肉啊。所以我们要引导他开发他的慈悲心，也不放弃他们。因为我们以前大家也是杀生吃肉了啊，靠着高抓高呀，啪都好利息啊，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时候就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想到他的苦，也感受不了他的苦，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来念一下，慈悲是内心极静的基础啊，对，引导的。那因为做了该做的事情，所以那你内心才会清净。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金钱是无常的，带不走的。把这个不坚财供养三宝，布施众生，变成坚定财产。所以佛经说，就像刚刚早上我们供养色拉且，经典说供养出家人啊，乃至可以得500劫人天福报，500劫，特别是供养发菩提心的出家人啊。但是呢，能够慈悲利益众生，特别是布施鬼道放生，那功德不可思议啊，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每天要如此做。所以我们也随喜来国际千场放生，7000场放生功德啊，这一年来7000场了啊，希望每年都能够无量无边的啊，去救护生命。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好来随喜世界各地，过去现在所有救护生命。放生护生一切功德啊，我们有很多个护生员国内外抢救。1月23号我们在斯里兰卡救了来101只啊，这些牛屠宰场救出来的牛啊，在斯里兰卡救牛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去看才知道，因为斯里兰卡以前有内战，内战有属于印度教的跟斯里兰卡本身的佛教的啊，印度教的那边甚至他们就合不来，内战很久。那现在我们就支持这边佛教的来买牛，要被杀的牛，然后去给送给印度教的。印度教就欢喜了，你救了我们的神呢，对不对？他们就一辈子养护他，不可能伤害他，这是他们的信仰。那这样两边又和，然后呢大家又不缺钱啊，所以现在斯里兰卡有这个功德可以做，所以我们在斯里兰卡将近超过10000只了，所以全世界最方便的，其他地方像我们在台湾养，哇，真的是开销很大，而且也真的很困难啊，因为一天换的，一天到晚都在换人，肚子里面够无够桥给归泥嘛，然后他就会离开了，他就会一大堆问题。以后要出家先过半年无好了因为没人要过无啊，所以这不容易啊，所以要服务众生，所以要照顾众生，真的去照顾的时候就嫌他臭嫌他麻烦，这个真的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念一下，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越难做的力量越大，对不对？功德越大所以刚刚他们本来说师父没拿起顶头不去用斩呀我说没关系的，看来看去好像没记者因为放在这边大家法喜充满，念起来有力量而且他听得见，他听得见很重要因为他听得见保证脱离三恶道再来今天五方佛的加持一定不一样念一下五方佛心咒来，嗡吽藏舍啊，嗡吽藏舍啊，嗡吽藏舍啊，你一念你要观想五方佛现前，坛城现前，坛城就是净土五方佛现前。